阿公啊，你迄位女儿转来朋友，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啊？伊哪会这样性别，拢袂当直接介绍我实在啊？我这个朋友特别交代，伊这个来转来台湾是有真重要生意要讲的，为着漂亮伊的商业机密外泄，伊唔才这样低调调。我想要让人知影伊的行踪。不要紧，我已经有探听到，伊这个要讲的生意，甲我家的朋友有关系，对吧？你是为倒位探听到的啊？我替你送物件来房间的时阵，刚好拄到柯小萱要找你的朋友。我看，应该是要找你的朋友谈判的。那安尼你甲伊讲啥？当然是会歹看，因为我拍算要替你的朋友取得一笔生意。这件代志甲你无关系，你想我要插手啊？只要会当打入的瓜葛，就甲我有关系。阿宏啊，我拜托你啦。你有介绍你的朋友华实在吗？我保证，我绝对袂泄露伊的身份的。你嘛知影，我甲瓜界冤仇我尔深，而且我对瓜界的病医嘛真了解啊。我斗三工，对你这个朋友是有好无歹呢。好啦，我替你问看卖，啊，不过我唔敢保证伊会答应。我知影，哪里麻烦你啊？老嫂，你伫个病院忙几工啊？我奈下班还佮你无闲啦，敢袂伤忝？袂啦，我想讲我利用时间紧把资料拢看完。啊，我有替你泡些养生茶，你啉落精神会佫较好。多谢你呢。啊，遮个资料遮尔多，我嘛会当佮你倒看。对吼。你对财务啊，可有少无这方面较了解？那呢，你看咱听我看卖嘞，卡出病医哦，若是要重新签约，看这病医的权利金哦，爱安怎调整会较适合？还是讲你有其他更较好的建议，你咪当甲我讲。我想讲，我心内想有一个底，安尼时间甲人讲合约，我较知影要安怎讲条件。无问题。多谢你愿意跟我斗三工。大嫂，你若搁甲我说多声，安尼就伤见我。搁再讲，妈真重视这件代志，我甲你斗三工，嘛等于甲咱斗斗三工。啊，咱一家人哦，就是爱团结，出去外面相争，唔才会赢。对，这种哦并肩作战的感觉真正足好诶，嘛让我哦搁较有动力，一定要摕到合约。那呢，若搁有啥物需要斗三工的所在，你做你开心就紧。啊！你即摆有心诶，有人会当替你分担压力，你嘛会轻松真济啊。所以你毋通客气啊。多谢你，那呢下班的部分就麻烦你啊。嗯，好。那是我会当参股，到时阵就会当看情势，决定要甲倒一边斗相共。恁今仔日路拢袂晓，是要安怎跟人抢合约啊？你又搁走来这要创啥？我是来关心你啊。看你面色这样歹，是不是合约的代志进行了无顺利啊？我的面色歹是因为看到垃圾物啊。看起来我应该增加这便宜的保全，较袂啥物奇奇怪怪、妖魔鬼怪啊，拢总走。你要做你口说话袂要紧啊，啊不过你上好先摸清楚啊。你即个竞争对手真歹对付，你若是想扳回局势，你就要好好甲我估价。那无，你若是抢袂到合约，病院损失是真大个。请问我为什么要甲估价你啊？因为我是你竞争对手的朋友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就会被淘汰出局啊！你真正是存心要破坏呢？阮大舅你害到失踪，到即摆未找到人，你唔知影怎整？佮伫针对阮瓜家，你敢袂想超过啊？你莫讲啊，只有恁是受害者，恁瓜家对我所做的粪扫代嘛袂少啊。啊，不过即个我是在商言商啊，你还袂签约之前，人人拢有机会告平本事。你无材料摕到合约啊，
你莫怪为我请来。你给我点去，点去的人是你啊！等你摕到代理权，才来跟我讲大声话。只要会当找到曾教授想要抢救的这个人的证件，我就会当查到伊的身份啊。表嫂，你在哪家？唔对，你上哪礼拜啊？你问我哪礼拜？哪个你？你是安怎甲这个做歹代志的杜承恩做伙来遮？蒋明月，我是周家的法律顾问，到底这个贵宾是周家的朋友，您请我来遮做法律咨询，有啥唔对的？我嘛是大业饭店的股东啊，我代替伊来办代志啊。我煞去拄到清洁人员，甲我讲伊无顺利，甲人客手表用歹去，惊伊赔袂起。唔知迄个手表价值偌济钱，我唔只好心入来替伊看卖，事实要代替伊向人客回失礼啦。表嫂，这手表看起来有啥物问题啊？你当先转去。不用的啦，我要代替人甲人客回失礼，这代表咱饭店对人客的尊重啦。我是讲，伊个人客今摆咧洗身躯，我着踮咧遮等伊就好啊。唔免啦，啊，这个人客拄好是阮家的朋友，而且我是业界新妇，我会当代替饭店来向伊回信的，唔免麻烦着你啊。莫客气安尼啊，咱两个做伙甲人客回信的较有诚意啊。蒋明月，曹峰恁娘你讲啊，你去硬要留伫个遮，你有啥目的啊？还是你是来替谁做失败？我无这么低落啦，做失败。那踮在遮垫底，当然我就卖遮个鸡婆，继续踮在遮啦。明月，啊你哪会？泰安娜，雪，啊你哪会在遮啦？刚刚这个门口的人你有认识？哎，柯小萱，你真正是越熬越回去啊！顶届走来遮找袂着人，你这届竟然利用你的电话来探听消息啊！你这么是老白讲啥？独家兵，独家龙引人当句话，过去会变改，你嘛受限嘛？柯小萱，我可肯了，紧甲人带走啊！啊无，你无经过别人的同意，你就从里来，这是违法的行为哦！那是黄展雅。快跟偶像刚刚的合作。都说系列啦。我原本想要斗三工，才会对马遐了解竞争对手是倒在遮。我想讲先来探看马遐对方的身份，才会当甲你讲啊。你有这个心明，我足感谢你的。只是哦，要拜访恁，加正正当当，你安尼做确实是无介好。我若是一个无细腻，连带拍拍印象。是的啦，后边我会注意。袂要紧啦，我嘛知你是好意啊。是讲以后你若是想要斗三工，上好先甲我参详一下。我知啦，以后我想要做啥，拢会先跟你参详。阿芳啊，咱不是拢已经讲好啊？你要介绍你的朋友给我认识，哪会当在最后的时阵把我约出来？敢讲你无看到柯小萱还有蒋明月，不得手都要想要认识这个人？
你即马甲即核心人物的关系是上紧的，现在偏偏就是无介绍我识识，敢讲是为了柯小轩？中央过去恁是好朋友，所以你阁带了甲伊的交情，才一直拒绝我，甚至是替伊牵线，介绍伊甲你的朋友合作。这是两回事，你莫以为你让小轩关出病院，就什么代志拢牵拖到伊的身上啊？看到你安尼，为着要挺你好姊妹啊，甲我搭去边啊，我心内真足艰苦的。虽然我真久无甲小轩见面，啊，不过小轩一直是我上好的朋友。我即个为着我这个朋友，必须爱处处温暖小轩，我心内真正足袂得过。你干那是温暖伊一点仔代志，就真了袂得过啊？啊，不过伊是我的敌人呢，这你真清楚，敢毋是？我过去伫我家，横欺负甲我娘凄惨。你嘛是唔知影诶，我即马看到伊，我心内阁有影影。阿红啊，我知影你这位朋友，我想要甲人见面，啊，不过就凭咱两个人的关系，我敢是别人。搁再讲啊，那是会当为柯小轩的手头抢到这新药的代理权，这当中的利润啊，你的朋友会当吃到吧？咱加减嘛会当啉到一寡汤啊。这我知影。啊，不过我是安怎会这么用心计较？我拢是为着咱一家伙仔的未来啊！你跟我斗相共，就等于是跟咱的囡仔斗相共。喂，好，我知影。我这个朋友怎样讲，我就在那边找伊。已经紧急退房了。就算是安尼，伊总是会甲你联络啊。你应该看会出来，伊若是知影讲有人要逼我介绍予伊熟识，恐惊连我要记住伊都真困难啊。看起来要用别个方法找到这个人的身份啊。不管安怎，一定要甲这个人记住面才会用的。